大家看到这几年台美关系非常好，坚如磐石，而且美国国会一再通过有台法案，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对台湾也多所支持，我们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相关运作都尊重。如果跟其他，中华民国外交部前一天回应表示，台湾不会评论美国政府内部事务，而美方对台海安全重视有目共睹，台美也会继续合作，促进印太地区稳定。